大家好，我是梁兆棠校长。我刚刚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就离开了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学校，我现在就在北京工作。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理想的校园。当然呢，理想的校园首先我觉得软件重要过硬件。软件呢，就是有一班很亲切可人的老师，很热诚教学的老师。硬件的当然就能够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。当然随着时代的改进，每人能够有一个 iPad 可以随时上网随时学习。另外当然特别对小朋友小一的学生，最好有一些好像幼稚园的环境给他，可以继续荡下千秋，摇下这个摇摇板，跟住呢还有可以很多有趣的玩具给他玩，等他过渡到由幼稚园到小学的阶段。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当然要过渡到中学，有些这样的实验的仪器和实验的各项的设备呢，给他们一起去参与玩一下。那么什么叫做试管啊，什么叫做化学剂啊等等呢，都等他呢认识多一点。相信呢对他未来的科学探究的精神呢，是更加呢是两全其美了。多谢了。